看了，我也想甜蜜啊，他身材怎么那么好？你我面条都外一半。哦，你边条你撸条。我365公斤卖假，我都觉得。哎，我们常说呢，爱是看不见的语言，爱是摸不到的感觉。不过呢，古时候呢，我们常常要求婚的时候呢，都会呢。抛绣球，抛绣球，现在还会抛绣球、啊？哎呦，我告诉你，用对抛绣球，这妈妈是够，足侪人用够渣的呀，伊要用丢蛋哦，去相接掉的，伊就是伊的某啊。啊，是哦。对啊。不过呢，因为时代跟着变迁呢，我们现在呢不是用抛绣球呢，而是用射箭的方式来表达。是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。不免呢，也请到我们的快乐伙伴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，用歌声之中把爱带给你们。所以我们欢迎我们的阿义兄，以我们的小辣椒，还有我们的碧娟姑娘带来这一曲《爱神的戒》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向了少女的心看上，少女的心旁观，情话要偷偷的讲。爱与生与剑射向河旁，射向那少男的心看上，少男的心旁观，情话要轻轻地传。爱生有几次好心肠，两颗心换一双，多情的人儿如愿偿，朝朝暮暮常为伴。情话是软绵绵的床，情话是甜蜜蜜的糖，谈情话啊水情话，爱神的功德无量。讲个祝福的话来祝福我们的新人，来。今天是广成跟秀玉的结婚典礼，我们在这里祝福他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，圆圆满满，百年好合。